关人谁啊？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嗨，乖啊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金矿不足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
光炮放完的风险就是这样，会有各种大招，你要想办法守住。像现在他已经亏死了，他因为他后续还有爆狗，他没有补农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亏死了。金矿不足，我回来消灭。你没补农。机会转眼即逝，星辰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金矿。我去，我需要死穴。你需要指引，这是预兆。秘密的显现必然是那些显现也算出来。我们的秘密是地图，需要协助，坚定彼此，机会转移，和谐一致。我们解读天意，敌人发现我石头可以用吗？明白。我回来消灭。秘密的情况，这样就是金矿糖采光了，希望有开复矿。其实我刚刚先知拉的蛮强的，不觉得吗？我把没血的都拉走了，虽然说还是死了，但我觉得我拉的蛮好的、啊，真是有水准。你不可以在那里越船，金矿不足。
飞糖，飞糖赚五颗白球，不知道哪边会赢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绝望的视角好了。一代神族，黑洞没有吧？一代没有啊。火力连打，连点连打四十帧很爽。我工兵了，我是用那个，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开给你看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造型，好像什么矿工造型吧。全受到攻击。忘记是什么矿工造型还是什么水电工造型，我等一下查一下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这个虫族也是两千，也是五千三百分的。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太弱才对。蜕变完成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
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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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闻到免费的味道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方弓手受到攻击。我方弓手受到攻击。金矿场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
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部队受到攻击，龙胎流遭到攻击，看来他应该是觉得绝望，想要用那个飞糖逆转的，因为我刚刚出先知嘛，出了三只，他觉得我可能会继续出下去，所以他才出那个飞糖逆转，结果没想到我打正面。转刺蛇吗？没办法吧，他前面太亏了，他前面光是被我杀农，而且他打一波又没有打，真的把我打得很伤，是有打伤我啦，但是他自己很亏啊。我刚刚不是先知飞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后来又看到他很多狗补上来嘛？假如他今天刚刚后续我先知追出去追他的狗的时候，他后面没有狗补上来，他是补农民的话，那这场我就觉得巫婆。但他后续是补狗，就觉得有优势了。他直接少了一整波的那个卵，可能少了八九只农友。